先拿下来啊！这是我护目镜还是护？抹了洗手液没？抹了。 感觉我的勇士又上战场了，希望他们都能平安归来。甲状腺癌。 会多或少肯定比正常人的免疫力会低下一些，也容易被感染，他非常担心，但是他也知道我的性格。那像身体不好，我想让他回来，但是别辜负，咱不说喝小点吧，是吧？我只是希望这款战争。 早点结束，让大家都能恢复到日常的生活当中、生活轨迹当中去。